大家好，这里是石家庄溧阳牲畜交易市场。今天是11月24号下午啊，到了一辆平马，装了一车新疆驴，马上卸车，开始下车，往里面走，走，哎，下车。二层的驴准备下车，捧好多小驴驹子，拿不出来，好像拿出来了。下车，进站去。